And Gugu. Mommy Gugu. A 3-month-old emperor and his auntie Sunny. Auntie Sunny, can we show uncle? 这么老了还要跟我说 uncle? 不好意思了吗？不好意思啦 uncle 啦，刚才还在说 uncle uncle 呢？是不是？今天跟妈妈去广州来了是吧？啊，去广州啦？好玩吗？ 好不好玩呢？ 什么？ 要跟我说什么？ 要分享广州那边好不好玩呢？ 去到看到市场了是吧？ 还有是安哥哥哥？ 咦，老人家来是安哥哥，安哥哥，安哥哥， 是不是？ 开不开心啊今天？ 委屈了吗？啊，说什么？哎呀，很冷是不是？在广州冷不冷啊？昨天睡得着吗？啊，昨天睡着不？在哪里睡？在酒店睡还是宾馆睡？啊，在哪里睡？ 哎呀呀，哎呀呀，不说了哈，还是我这里的窝舒服，对不对？还是这里暖和，对不对？是不是啊？还是恩迪这里比较暖和哈？这里睡得舒服哈？广州那边不舒服，对不对？啊？是吗？哎呀，开心不？看见我很开心的。 回到家里很开心了，是吧？哎呀，知道了，知道你很开心了哈，开心的，咿呀咿呀咿呀，咿呀咿呀咿呀，对不对？好了，发表一下了，说一下了，说一下今天去哪里来了。